请掀开经本，科会第四十六面倒数第四行啊，四十六面倒数第四行，我们把经文念一段啊，比莲花量和半由旬和一二三四乃至百千由旬，这一段是讲莲花之量啊。也就是说莲花的大小啊，西方世界可以说样样都平等，那是个平等的世界，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莲花大小不相同啊。为什么莲花大小啊有差别呢？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讲的十方世界念佛生到极乐世界这些人，由于因地功夫不一样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从莲花大小、光色不同啊，就显示你的功夫差别了。啊，如果你功夫好，你升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莲花很大。啊，你看它这个差别地区是很大的差距啊。这个小莲花只有半由旬，大的莲花有百千由旬，这简直不能比呀！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一节经文，就要好好用功，万缘放下，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大了，才有面子啊！莲花很小啊，这个就是很难为情了。啊，很勉强的去往生了，啊，所以这个世间法呢，只有这一法是真的，其他全都是假的，啊，所以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个同学们，啊，有真正发慈悲心的，想舍己为人。啊，这个续佛慧命，正法久住啊！啊，我常常听到有人来给我说，还给我写信。啊，他是不是真的发心呢？如果真的发心啊，他也不说了。他也不会给我写信，正法心。为什么呢？正法心要行动啊！行动里头最重要是清净心啊！啊，你口里说的很好听，你的心不清净啊，你还是自私自利，还是名闻利养啊，你一样都没有放下。啊，就这叫大错特错了。说的人很多很多。啊，我这一次这刚刚从日本参加联合国和平会议回来，
联合国的和平会议一年不晓得开多少次，开了五六十年了，这个世界越来越乱，和平越来越没有这个希望了，这什么原因呢？我们总要把这个因素找到。我参加他们这个会议，这次才第二次，去年第一次在曼谷，我参加了一次，这是第二次。中国古人讲的话讲得好啊，经上所讲的。许多同学，你们都念过四书啊。大学那是经啊。大学的三纲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搞世界和平运动是平天下了。平天下，用我们现在人讲的话呢，是天下太平。天下人都能得到平等对待，那就和睦相处了。这桩事情，经上讲得很好啊，自天子以至庶人，亦是以修身为本呐。你自己的身不修，你什么成就都谈不上。天天开会有什么用？天天讲经，天天念佛有什么用？古人讥笑念佛的人，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二十万声佛号。他们口里都说的喊破喉咙也枉然。什么原因？口念弥陀心散乱啊，这喊破喉咙也枉然啊。你天天念佛，功夫不得力了。刚才有个同修，我进门来看到这一个单子，我看了一下，他是发心修讲经的，讲经功夫不得了，妄想分别执着一大堆呀。佛法讲修行，修行的方法太多了，84000法门。问题是要你会呀。古时候宗门大德禅宗也勘验学人，他就问你会吗？这一句话意味深长啊！你要会啊，念佛你要会念。学教你要会学，讲经你要会讲，会了啊，你就成就了，就相应了。你为什么不会呢？烦恼习气未除。为什么未除呢？你的基础没打好。所以我在此地向诸位报告啊。我们这个澳洲净宗学院现在学什么？学弟子规啊。为什么要学弟子规呢？弟子规做到了你才会。所以我们用2年的时间学做一个转变了。
这个重要啊！啊，就好像我们想盖大楼，我们先用2年的时间打地基。啊，我这个地基打好之后，啊，盖什么样的高楼大厦都没问题。啊，那么你们现在学教也好，讲经也好，念佛也好，没有地基，没有根呐。啊，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一直到老到死，啊，像苏东坡临终的时候说的，此处用不得力。苏东坡没成就了。我初学佛的时候还没出家，李老师就警告我，因为那个时候是居士身份嘛，他就给我讲，古人别学苏东坡，今人别学梁启超，这两个人都是佛教界里头非常有名的人物，都没有成就。啊，提到佛学，他样样都通啊，说得头头是道啊，一句也没做到。啊，佛法，诸位总要明了。啊，我第一次跟纳丹总统见面，那个时候他还没当总统。啊，第一次见面没当总统，我们在一起吃饭。啊，他跟我坐同一排座位，啊，他告诉我，他是印度教，他说他最尊重佛教，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我听得非常惊讶。啊，因为我这一生听这一句话，这是第二次听的，第一次是张家大师告诉我，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第二次是纳丹告诉我的，我就晓得那个人是内行人呢，不是外行人呢，外行人说不出这句话了。啊，换一句话说，佛教重实践，重在做啊，信解行证重在行，你没有做到吗？啊，我们讲到最基本的、最简单的，敬业三福头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做到了没有？啊，这是真正学佛的起步啊！你有没有把十善业落实啊？啊，这四句，啊，孝亲尊师，这个慈心不杀是持戒，啊，这是叫你学戒学的预备功夫，通通落实在十善业。十善业呢，不但是在四相上你要做到啊，啊，不杀生、不偷盗，这个不淫欲，在家的不邪淫，啊，不妄语、不两舌，这是四的，真正做到在哪呢？在心地功夫。啊，对一切众生，决定没有伤害的念头。你这个不杀生这条戒才有根呐！啊，第二条是对一切众生绝对没有占人家便宜的念头，这是不道戒，你就有根了。你不从这上扎根，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啊，就是这个净宗这样殊胜的法门，所以简单容易成就殊胜，你都没法子得力。
所以佛家常讲啊，因界得定，因定开慧。那我们今天生在这个时代，非常不幸，从小没有人教吗？不是我们不想学，不是我们不肯学，没人教啊。到这么大年岁了，遇到佛法了，这才明了。明了你的真干。这个时候学的确是有困难。为什么呢？毛病习气从小养成了。现在要改实在是不好改。但是你不能不改。你要不改你就没有办法往生。你念这个佛号一天真的念十万声，你没有办法达到功夫成片。所以你念佛念一辈子，这个地方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小的莲花半由心。恐怕你的莲花了一丈也念不到啊。那怎么办呢？这去不了啊。游巡是印度这个度量长度的单位。古印度称游巡，这一游巡到底有多大呢？说法很多。这个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呢？古印度它并没有统一，它是许许多多小国家。每一个小国家的时候，自己有自己的这个标准，不是一样。这个在中国夏商周、春秋战国的时候都不一样。你说是古书上记载的那个时候人的高度身高一丈一丈，我们就听起来不知道这个好像很高了，其实它的一尺是多长我们不知道。每一个地区国家的用的这个标准这个用的尺用的秤都不相同。它是以哪个标准来讲的就很难说了。你看看弘一大师，他在这个戒经31种里面有一种周尺考，就是他考证周朝时候用的尺。他把那个图样画出来了，周朝的尺一尺，大概我们现在试尺5寸多一点，不到6寸。所以他那个是，要是说身高1丈2，那用我们现在的试尺就是6尺啊，这很正常啊。所以你要懂得各个地区度量衡不一样。我们从这个地方理解印度。印度也不一样。因此这个游巡呢，古大德在翻译里面给我们注解出。说大的游巡和中国呢80里。这古时候啊那个时候的里啊。中等的游巡呢是60里。小的游巡呢是40里。这是讲中国古时候讲的理。跟我们现在这个理又不一样啊。中国一般讲的理呢大概是一里啊，是现在的1公里的1/2。就是1公里等于中国2里。2个里。这是现在。那古时候的时候可能比这个还要小一点。那么这些我们了解就好，用不着去考据。这个考据没什么意思。这个地方主要叫你晓得
莲花大小不一样，光色不相同啊，这是个人修行功夫不一样啊。明了这个道理啊就行了，然后自己认真努力，好好的去修学啊，确实。如《观无量寿佛经》上所说，我们这个世间有一个人真正发心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切保持中就生一朵莲花啊，这个莲花上呢有你的名字，准错不了。所以名字不要常常改啊，常常改了很麻烦了，到以后这莲花就找不到了。啊，这个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改名是大不小，啊，不能随便改名字。啊，名字是父母给你起的，代表父母对你的期望。啊，所以你改名字，这是大不小。现在人不懂得这些道理了，也没有人说了，也没人教你。啊，所以从观经里面我们晓得。西方极乐世界一切物质的现象都是永恒的，啊，我们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物质现象是无常的，啊，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这个世界有成住坏空，变幻无常。西方极乐世界没这个现象，都是永恒的。啊，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化身。不是太深的啊，变化的啊，变化的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啊。这经上给我们介绍的32相80种好，真经自摩精神呐。啊，唯独啊，看到有生灭现象的，就是莲池。莲池里面的莲花，这个人真正发心了，长了一朵莲苞出来了。过几天他退心了，他不学这个法门了，或者改学别的法门了，这个莲花就枯掉了，就枯死了，就没有了。所以，只有在莲池里面看到这个花了，有生有灭。啊，看到的时候有大有小，看到光色不同啊，只有在莲池里头看到这个现象，其他地方通通看不到啊。啊，世尊给我们介绍这段事情，含义非常之深的啊，希望我们明白。觉悟啊，努力去念佛啊，念佛一定是放下外面。念佛堂常主啊，他的口头禅呐、啊，放下身心世界，提起正念。
正念就是一句佛号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样一直念下去，功夫好的，半年一年就成功了。善根差一点的人，烦恼重一点的人，如果能够守住这个原则啊，这个原则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有人问我，法师怎样都摄六根，我就告诉他，净念相继就是都摄六根。他又问，那怎么样是净念相继呢？我就告诉他，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了。啊，是都摄六根呢，六根无在判缘外头境界。啊，这个理很深，不是叫你眼睛不看耳朵不听，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眼睛也可以看，耳朵也可以听。啊，怎么叫都摄六根呢？你看的听的不要放在心上，你要把你的看的听的统统放在心上，那你就糟了，你就被境界所转了。啊，绝对不要放在心上，只有把佛号放在心上。啊，这叫净念相继。啊，净，这个净念，这是不怀疑不夹杂叫净啊。你怀疑不清净，你夹杂着妄念也不清净。啊，什么都不能夹杂，一直念下去。啊，那叫相续，相续是不间断的。念佛的秘诀就是九个字，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那我们今天念佛念得不能成就，这就自己知道了，妄想太多了，杂念太多了。啊，那怎么办呢？继续念下去。啊，这个过程是每一个同学都要经过的。阿弥陀佛在因地经过，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也经过，诸大菩萨还是经过。啊，没有说开头一念佛的时候你就能够净念相继就得到了，没那么容易。啊，你看看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啊，这也有不少人写信向他老人家请教啊，他说得很好。他说你一直念啊，你守住这个原则，总得要念上三年，你的夹杂的妄念呢少了。少到这什么程度呢？一支香啊还有两三个妄念，这就很了不起了。啊，一支香，从前念佛堂计算时间没有这个时钟，印光大师那个时代都还没有时钟啊，那个时候时钟真的是奢侈品啊。那么寺院里面计算时间是用蜡烛用香啊，那一支长香啊大概是一个半小时，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啊你有两三个杂念，会起两三个念头，这功夫不错了啊，很难得了，你能够控制得住了啊，这样的功夫在临命终时最后一念你能够控制，里面没有妄想没有夹杂啊，没有怀疑，就能往生啊，佛就来接引你。最怕的
最后那一念还打妄想，那就完了，一生的功夫都完了。但是你要知道，一直想一个半钟点的时间，才有两三个妄想，临终一念是一刹那，很可能你没有妄想。一炷香里面一个妄想都没有，很好的功夫啊！印度家大概需要5年的功夫才能做到。在一炷香里头，就是一个半钟点里头不起一个妄想，没有一个妄念。这是念佛念到什么程度才能往生？这个不能不知道。念佛会念呢，学教也会学。学教会学，你学教跟参禅念佛的功夫没有两样。学教是你这个念呢，都在教里头，都在经义里头，常常思维经义。能够常常思维经义，念念都能够与经教相应，这个相应就是我们今天讲落实啊，你做到了。大势至菩萨讲啊，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言教是义佛，念佛是广义的念佛，不一定是念佛的名号。你想这一部无量寿经，你受持这一部经，你常常想到，佛在经上我们读到的佛是存什么样的心？佛发什么样的愿？佛是怎样生活？佛是怎样教化众生？佛是怎样处世待人接物？我们常常想，常常想呢，这就学会了。自自然然呢，就跟佛一样啊，这叫忆佛念佛，你功夫得力了。古大德教我们学教的人要懂得随文入观。这一句话怎么讲呢？用现在的话说，随着佛的这个经文的教诲，改变我们自己的思想行为，这就叫随文入观。我们要接受佛的想法看法，要把自己的想法看法舍弃掉。我们自己的想法看法是错误的，佛的想法看法是正确的。你首先要能够肯定，自己要能认错，千万不要说我想的不错，佛讲的未必是对的，那你就完了。你还学什么佛呢？学佛一定肯定我全错了，我要不错怎么会在六道搞轮回？人家要想法有错误，人家在极乐世界，在一真法界，没法子跟他比呀。所以我说的话了，诸位要真的好好去想想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做人，要全程肯定别人都是对，我是错的。所以别人错了也是对，我对了也是错的。为什么我对了是错的？我搞六道轮回吗？那怎么会不错呢？
那不错就不搞六道轮回了。别人错了呀，是对的，这话怎么讲呢？说不定别人故意做错事情给我看的，他是菩萨了，他是佛再来的，他不是真的，他在那里表演给我看，让我觉悟啊。常存这个心，看别人都是佛菩萨，不知不觉了，自己就成了佛菩萨。要转自己的境界。那么这个叫真正用功夫。你功夫得力的时候，你自己烦恼轻了，智慧长。功夫越得力，人越谦虚，人越恭敬。无论对什么人。这个贪嗔痴慢的这些烦恼习气，逐渐逐渐没有了，变成智慧了。有很多人问我，问我学佛的方法。还有很多人希望跟着我学佛。鬼神都笑我。很多灵媒告诉我，他说法师，你旁边的人没有一个是有成就的。那你要是跟着我的话，你就没有成就了。真的，说的一点都不错。真正有成就的人呢，这灵媒也透讯息给我，有很多都不在身边。在哪里学呢？他们在网络上学，在电视上学，在我们流通的这些金属光碟上学，真有成就啊！异教奉行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你跟在我旁边，这是形式。这个道理要懂。所以修学成败的关键，实在讲呢，就是经中所讲的信愿行三个字。你是不是真心？真心不是说跟在我身边就真心的，哪有这种事情啊？对于净宗，经教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全程肯定的接受，发愿求生净土，发什么样的愿？要跟阿弥陀佛愿行要相同啊！阿弥陀佛发48愿。我们这个经第六品里面就是48愿。天天读。读的怎么样呢？要把自己的48愿发出来。发出来跟阿弥陀佛一样啊。我们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一样。
愿跟阿弥陀佛的愿一样，啊，行也一样，那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决定成就啊！凡是不能成就的，是口念弥陀心散乱。阿弥陀佛天天在念，天天在述念珠啊，信愿行没有啊。啊，这就不能成就，啊，不能往生。跟阿弥陀佛结个法缘，啊，其实我们在座的同修，过去生中就是这样空过了，啊，每一个人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是念佛人，为什么没去呢？就是口念弥陀心散乱，所以你没去的成功啊，啊，因为过去结的缘深嘛，这一生就又又碰到了，碰到了还是老办法。啊，老方法啊，口念弥陀心散乱，那这一生又不能，又不能去了。那这一生如果真的觉悟了，哦，我这个口念心也念，啊，我身语意三业都相应，那这一生成功了。啊，所以说过去没有认真干呢，这一生要真干。啊，这一生我们生的环境好啊，这多灾多难的环境啊，多灾多难，让我们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好处在这。啊，你想留恋呢，你也没有办法，你留恋不了啊，你自己做不了主宰啊。啊，在这个乱世。啊，我们确确实实居无定所，啊，常年流浪。我从记事六七岁开始，一直到这么大的年岁，一年都住好几个地方，年年都如此。流浪啊，啊，所以对于这个家的观念非常淡薄。啊，每一年在一个地方居住时间最长，大概在三四个月，这最长的。啊，到这么大的年岁都没有办法定下来休息，很想定下来啊。啊，我们一般说呢，客观环境不许可。啊，那么现在不是为自己。啊，真的是为苦难众生。啊，希望帮助这个世界化解冲突，促进和平。啊，这是我们学佛人第一功德。你们不是常常讲要修功积德吗？啊，在现前这个社会，第一个功德是什么呢？就是懂得。啊，促进大家和睦相处，这个就是第一功德，千万不要破坏，不要制造纠纷。啊，这个破坏制造纠纷，都是妄语两舌，挑拨是非。啊，那你就是制造斗争呢。制造灾难，你的罪过就大了。有意无意一句话，啊，就会把许多人搞得身心不安。
这个罪过你要承担。啊，这在日用平常当中，最要小心谨慎。普贤菩萨教我们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这个寺院务必要学习啊！啊，那你真的是积功累德了。啊，我恭敬别人，绝不轻慢别人。啊，决定不敢轻视别人，养自己的德行嘛，不跟人对立嘛。啊，过去生生世世，纵然有过节，我们这一生呢，要有方法把它化解。啊，化敌为友，化怨为亲。啊，你要能做个转变呐。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古圣先贤的教诲，意义很深很长啊。啊，称赞如来，就是称赞别人的善处。啊，人是只有恶没有善的这种人，你找不到。啊，就是只有善没有恶，你也找不到。人，哪个人都是，不要说一生呢，每一天，无论是思想言行，都是善恶混杂。那我们赞叹别人善，不说别人过，称赞如来，修学方法就在这里啊。啊，所以你看，他不用祝福，他用改用如来。如来是什么？如来是性德，就是你要称赞他与德行相应的。是好事，不是好事，一句话不提。啊，善财童子给我们做出榜样。啊，你看看五十三参里面，也有示现恶行的。啊，圣热婆罗门示现愚痴，这贪嗔痴啊，示现愚痴啊。甘露火王事先成慧啊，你看善财童子参访他的时候，有礼敬，没有赞叹啊，这就是告诉我们，与性德相违背的不说啊。你从这里要懂得，别人的过失，别人的错处，绝对不能讲。啊，你要是讲了呢，你就是在制造争端，你就是破坏和平。啊，你就造罪业了。啊，人与人之间不能和睦，啊，就是因为你乱说话了。啊，现在这个世间民主开放自由，别人说不说，我们无权干预，从自己本身做起。啊，至少我不说。啊，我们希望三宝加持，希望善神拥护。啊，使我们自己的行持能够扩大影响。啊，让别人看到都能够学习。古人讲啊，100个人当中有一个
能够真正觉悟明白了，不说一切人的过失，100个人当中有一个，这个社会可以安定，可以和平。啊，现在天下为什么大乱呢？10000人当中难得找一个啊。啊，我们要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啊，要讲清楚、讲明白。啊，我自己做到了，希望我们这里能多有一些同学，大家来发心做。啊，这是提升自己的德行，也是求生净土啊最重要的这个基本的因素。啊，确确实实自利利他了。啊，这才叫积功累德。啊，学经教好，你发心一定得三宝加持，一定有善神拥护。啊，可是问题的是，你要是真的，你不是假的。啊，你可以欺骗自己，可以欺骗别人，欺骗不了佛菩萨。欺骗不了鬼神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当然，这个学习最重要的关键是老师啊，你要亲近善知识啊。真正的善知识谁呢？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才是真正善知识啊！这个你一定要懂啊！释迦弥陀在哪里？在无量寿经。你能够天天亲近无量寿经，读诵无量寿经，依教奉行，你就是亲近释迦弥陀。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不一定要跟着他了，跟着他没用处啊。啊，在中国，中国人讲四书弟子，第一个人是孟子。啊，四书就是自己私下跟他学。他在不在？他不在世，老师不在，老师不在，怎么跟他学呢？老师的著作在世间，孟子是学孔子的，啊，那个时候孔子过世，孔子的书在，他找孔子的书，读孔子的书，学孔子，啊，有疑难的地方。就找孔夫子的学生啊，请他来讲解。哎，他的老师是孔子，他真学成功，学得比孔夫子当年在世所教的学生啊，哪个学生都比不上他，他真学成功了。所以你看，在中国历史上称孔子为至圣先师，称孟子为亚圣，啊，这就是说，不是直接跟老师，但是真正跟老师学，啊，学成功。孟子开这个例子，以后在中国代代都有这样成就的人。啊，孟子学孔子，那是学圣人的，大圣大贤的。啊，除他之外，还有一个学孔子的，左丘明。
左丘明啊，学孔老夫子一部书《春秋》啊，孔子做《春秋》，《春秋》就是历史啊，孔老夫子写的这个历史啊，他就专门学这样东西啊，然后给《春秋》做了注解。这个注解就是现在诸位晓得《十三经》里面的《左传》了。其实学《春秋》学的最有成就的有三个人，左丘明是一个，《左传》有《公羊传》《过梁传》。这三个人当中，确实是以左丘明为第一。这也学成功。后代汉朝的大儒司马迁，这是写《史记》的，中国正史这第一部，《史记》是通史。司马迁跟谁学的呢？给诸位说，司马迁是私塾左丘明，他们两个不同时代啊，相隔几百年呢。司马迁专门学《左传》，都学成功了，都不是跟在老师面前呐，老师都是古人呐。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韩愈老师是谁？韩愈老师是史记，史记是汉朝的，你看看，他学司马迁，以史记为老师，一生专攻史记，成为一代文豪。古人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在佛门里面最著名的明朝欧冶大师，欧冶大师学莲池，莲池已经过世了，不在世了。莲池大师的著作在，他一生专门学莲池，也成为净土宗一代祖师。所以真正学不一定在他人身边，这个道理你要懂。尤其在现在这个环境，现在这个环境说实实在在的话，跟春秋战国时代差不多啊。我们每天到处去走，也是周游列国啊。那么现在列国签证很不方便。哪个国家居留身份都很不容易拿到。那我们澳洲这个建宗学院，诸位听说了，我们学习九年，我把九年我教的这个方法告诉大家。你们无论在哪个地方学一样啊，说不定你们学的成就超过我们学员，这实实在在，这一点不假。问题叫真干真学啊，你肯定会超过我啊。有一些同学想到澳洲去，我们不是澳洲政府啊，我不能给你签证啊，我没有办法给你身份呢。我们这个家里面，你们都晓得，这物资背的现在到澳洲去了不少人，二十几个人，现在都大家都拿的是临时签证，期限只有两年。两年要重办一次，
人家要不给你，那你就要走。啊，很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常常想着啊，什么时候？啊，中国佛教能够办一个佛教大学。啊，你在自己国家里面去求学修行，方便太多了。啊，就不会受这么多的限制。啊，但是国家可不可能呢？很有可能。啊，现在不会。现在为什么不会呢？现在国家要办，找不到老师。啊，办个大学很容易，也不难呐。教授到哪里去找？所以你们自己要苦修啊，真干呐！修几年之后，自己成就了，国家办这个佛教大学，你们可以做教授啊。啊，你要没有这种德行学问，啊，我们希望国家办个佛教大学也是很渺茫的。啊，国家点头说我们要办，你替我找老师，我一个也找不到。啊，这是真的。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自己要发奋、认真、努力。啊，这个经典里头每一部经末后一句“依教奉行”，啊，只要你把这四个字做到了。这一部经你就真正得到了，啊，你不能依教奉行，那这个经不是你的，与你不相干。啊，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这一节经文，啊，感慨很多，啊，这一段经文指导我们努力的方向。啊，一定要争取到极乐世界去，哎，你的莲花大了，你的光色好啊，啊，就是这是德行，啊，这个是戒定慧三学，啊，唯有三学增上才能提升。这一段末后有一句是一叶花中出36,000,000亿光。这是这一段里面第六个小段，莲花妙光啊，啊，宝莲放光，这个光里面讲了36，啊。黄念祖老居士说的“百千亿者，是以数量表无量也。”这话说的一点不错。这里面36者呢，未见前人注释。啊，自古以来注解《无量寿经》啊，都没有把这一句讲清楚。那这36从哪来的？黄老居士他有个说法，啊，他以为西方极乐世界四土，每一土都有九品，哎，4936，有说就好啊，啊，他能说出个道理就好啊。啊，所以他是这指西方极乐世界的品数啊，啊，4936啊，夜夜品啊，有1,000,000,000，以1,000,000,000表一个极大的数字，啊，我们通常讲啊，无量啊，
无量无边啊。所以经典里面往往讲的数字啊，它不是数目字，它是表法。我们一定要懂这个意思啊，要晓得表法的意思啊。那么夜夜莲光如其色，故有36,000,000,000亿光。后面他这一句话讲得好，一莲摄尽一切莲，一朵莲花肯定是圆圆满满，包括所有的莲花。所以说，一叶花中除36,000,000,000亿光啊！那这个说法跟《华严经》讲的完全相同啊！这个世界，总的来说，世尊常讲啊，西方极乐世界是无量光，无量寿。他给我们解释阿弥陀这个名号啊，就是用这个两个名字，无量光，无量寿。那么光跟寿是代表，光代表空间，光明遍照，寿代表时间。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无量的时空，无量时空就把这个世出即世间所有一切法包括进来。那么这个里头，任何一法都含摄一切法。华严经上讲的透彻，甚至于讲到一微尘，这一粒微尘圆满含摄一切世界啊，无量无边世界在哪里呢？在一微尘里面，一粒微尘亦复如是啊。这是不思议的境界啊！我们听了不容易理解，相信古人也不例外啊！所以贤首过思讲到一界一切，一切即一。那他老人家是在宫廷里面讲的，当时这皇帝大臣呢，对这一句想不通啊，这到底是什么境界？贤首过思很聪明，请皇帝在花园里面建一个八觉亭啊，那这很容易啊，八觉亭建好了，清凉国师就说，八觉亭是有八面，每一面呢放一面镜子啊，放一面大的镜子，这皇帝都照办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请皇帝到亭子当中站一站，四面看一看。皇帝一站，哦，恍然大悟，明白了啊！那个镜子互相对照啊，一个人看到自己化了无量无边身啊，他明白这个道理。那佛在经上有说，他是举
大梵天王天宫里面的罗网。这个罗网上系的有明珠啊，明珠放光，光光互射。用这个来做比喻。像我们现在讲堂里面有几十盏灯，每一个灯光都跟这所有灯光融合成一个光。虽然融合成一体，可是还是各有各的光明，并不混杂。那怎么知道并不混杂呢？你要熄掉一盏灯，那这盏灯的光就没有了，没有干扰别的。这个妙啊，这个妙就是性德，自性本来就是这么妙。含容一切，并不干扰一切。这个地方就显示出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所以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是性德自然的现象啊，不是哪个人立的规矩啊，要求别人遵守的，不是的，自然而然就发而如是啊。确实世尊在华严经里面才把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给我们说清楚说明白了。这个真相是重重无尽。那么这个现象要怎样才能够证得，才能够契入？佛只说了一句话，叫不可思议。这一句话好像大家都听过，但是你肯定不懂。为什么呢？如果你懂了啊，纵然你不能成佛了，你一定是化身菩萨，你懂了。那么你现在还是凡夫，所以肯定你不懂啊。这个是宇宙人生的真相，是化身菩萨诸佛如来他们的境界。极乐世界上所说的，华藏世界上所说的，那就是他们真正受用的这个生活境界。怎么能证得呢？不可思议。你们想想，不可思。不可思里面，我们分开来讲，就是不能有妄想，不能有分别，不能有执着。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叫不可思。不可意识，不能说。只要你把思想言语断掉了，这个境界就在现前。所以这句话你不懂啊。为什么你不懂呢？你还在大妄想，你还在分别执着。所以不可思，你还在思。不可意的话，你还废话满天。
夏莲居老居士讲得好啊。他在禁语里都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能够三年不说话，他说保证你开悟。这夏莲居老居士讲的，我看到这个话我都好笑但是想想想呢，有道理。三年不讲话，这个人心定了，定生慧呀！他保证你开悟，这个悟有大悟、小悟、彻悟，小悟也算是开悟吧？所以他的话不算是妄语那就看你功夫了。那看你开的悟啊，是小悟、大悟、彻悟那各个人也不一样。就跟此地讲，生到极乐世界，莲花大小不相同但是呢，你真的往生真往生。那么由此可知，学佛最困难的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最困难的在这里但是你又不能不放下，你要不放下，无论你用什么方法，你怎么样精进你修学多生多劫，你决定不能切入。也就是说你入不了门为什么入不了门呢？你自己制造障碍，执着就是见思烦恼你有见思烦恼，你没法子入门啊。门是什么呢？小乘门是须陀洹出口，大乘门是初信位的菩萨你在门外在门外说老实话，不是世尊真正的弟子你在门外你哪里是真正弟子那好像我们读书一样的是这个真正弟子从一年级开始你还没有进一年级的讲堂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见思烦恼里面88品见惑断了，你才能证小乘须陀洹，证大乘初信位菩萨。初信你算入门这一入门真的就得保证，这个时候你并没有出六道轮回，但是你决定不堕三恶道为什么？因为你觉悟，你明白了，你决定不会造贪嗔痴，你决定不会造恶业所以虽然在六道里面呢，你决定不堕三恶道即使过去生中有三恶道的业因，你这一生当中不造三恶道的缘。有因没有缘，不会结果你再能把四惑三界981品四惑断尽，那你就超越六道轮回了超越六道轮回，在小乘是四果阿罗汉，在大乘是七信位的菩萨
啊，这是如来弟子啊，啊，这是入了门的了。啊，虽入门，入门后头还有登堂入室。啊，证得四果罗汉，就是你超越六道轮回，你证得四圣法界。四圣法界是入室，是登堂了，还没入室。啊，入室什么呢？入室你要把一切分别，事出世间分别断掉，就是尘沙烦恼断掉，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超越十法界，你证得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才叫入室啊。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例外的啊，这叫通途法门啊，唯一特别的那就是念佛往生啊，念佛往生是个特别法门啊。它特别在哪里？特别我们底下一章就会念到啊，底下还有好几章。三倍往生，往生正因啊，里面就会讲到了。啊，那是在讲这个法门太殊胜了。啊，但是大家读经绝不能够啊含糊笼统，字字句句都不能放过。啊，三倍往生里头最重要的。教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么我们希望求生净土，你有没有发菩提心？啊，菩提心这些年来我们用最容易懂的名词来说，啊，这大家好懂啊！啊，我也常常提醒同学，啊，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这是菩提心。你是不是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都跟这个心相应啊？对待一切众生，对待冤亲债主，都用真诚，决定没有虚伪啊，用清净决定没有染污，用平等决定没有功高我们啊，用正觉决定不迷惑，用慈悲决定没有自私自利。我们是不是用这个心待人？啊，你要记住，经上讲得很清楚，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在四十八愿里面，发菩提心是第十九愿。一向专念是第十八愿，你如果觉得哦，十八愿第一，十九愿不要了，不能往生，为什么呢？你不没有发菩提心，你只有一半，你少了一半。不能不注意啊。啊，那个十八愿是说临终一念生念都能往生啊，他为什么能往生呢？他有菩提心啊，他要没有菩提心，临终一念生念的还是不能往生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不能不学做好人啊，你一定要晓得
西方世界《弥陀经》上讲得很清楚啊，那个地方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要不学上善，怎么行？啊，这个上善，十善业道经上讲得清楚，心善、思想善、言行善。啊，十善业道经的标准是最简单的，身善、口四、意三。要真正做到啊，不是说天天念念没用处啊，啊，要做到变成自己的身善、语善、意善啊，要把它做到啊，你真正做到受用无穷啊！啊，你的信德会往外流露。啊，古圣先贤讲的这些道德，你不要学，自然他就会做到。啊，这个是内，外面你得诸佛如来的护念，得佛加持，你得一切善神拥护。啊，换一句话说，在这个世界，啊，所有一切灾难，你都遇不到，真正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这个道理，我们今天在科学里头也有证明。啊，这个姜本胜水试验就是个好证明。啊，所以科学也能够证实啊，境随心转。经上讲的光明，现在科学讲的波动，啊，是一个意思。啊，我们知道，所有物质都有波动的现象，啊，真的是小到微尘，啊，大到星球。而且即使最小的这一粒微尘，波动现象都很复杂，它不是单纯的啊，不是单一的啊，波跟波互相有影响这是讲啊物质啊，那我们知道物质的本体是法性的啊，佛在经上讲的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啊，所以它的体那个心就是法性啊，法性具足无量的德能啊，那么一粒微尘是法性变的，那个一粒微尘具足圆满的性德，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啊，你要真正搞通达、搞明白了，你对于一切众生、万事万物，那个恭敬心自然升起了。为什么？是法性。
啊，圆满具足如来的智慧德相。啊，就像华严出现品里所说的，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诸位要晓得，那个众生的意思是广义的，啊，众生不是指人，啊，你要把众生看作人呢，你意思搞错了。众生的本意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啊，一切现象都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啊，这句话要用现在话呢，就是任何一个现象都是许许多多条件它才产生，它不是个单纯的，啊，绝对没有单纯这个现象，都是许多条件它才会成为一个现象。啊，那么现在人讲条件，佛法讲缘，缘就是现在人讲的条件。无量因缘啊，生起的现象啊，啊，这个现象具足万德万能，啊，具足性德圆满的德能，啊，所以法身菩萨清楚明了，他对于一切万事万物生真诚的恭敬心。即使对于地狱众生都不例外，啊，对于山河大地树木花草，啊，知道是一体呀，体是相同的呀，啊，我们对理事都要认识清楚，啊，你的思想见解自然就产生变化了，啊，这个变化就是戒尽正知正见，戒尽佛知佛见了，啊，把我们自己从前那些想法、错误的想法、看法了，自然就舍弃掉了。啊，念正了。八正道里面正念正思维，啊，见解正确了，正见，我们的言行与性德当然就相应，啊，就不会产生错误了，就远离一切过失。啊，到那个时候，你才能够渐渐的发现，渐渐体会到光明遍照。啊，我们自己的心、自己的念、自己的言行、自己的一切与整个宇宙，就像灯光与灯光一样。光光护照啊，啊，这种护照在我们凡夫份上呢，就是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他的光照到我这里，我的光也照到他那里，啊，得诸佛如来加持。那么境界的提升，实在讲，最难就是我们现前这个阶段，很多很多瓶颈不能突破。突破之后，那个提升呢，是几何级数啊！倍倍向上提升的，啊，速度很快。你才得真实受用，啊，那么经上讲的意趣，你才会明了。我们再看
底下这段经文，这是这个经文，这篇经文不长啊，它也分两段。第二大段里面几乎每一句呢，就是一个小段。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这一句就是一段。光中化佛，那么佛的数量也是讲到三十六。那么由此可知，这三十六不是一个数字，这三十六代表圆满无量寿经呢，跟华严一样。这里面呢，包括佛法所有一切宗派我们今天讲的大乘、小乘、贤教、密教、宗门、教下全都包括在其中。在表法里面，这个三十六是密宗代表大圆满它不是数字它代表圆满了。夜夜光中每一朵莲花，每一朵莲花有百千亿莲花瓣，不但光中化佛，那个莲叶也化佛这个莲花瓣里头都化佛。这个化佛不是有意的佛怎么出现的呢？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感应里面要有缘，这是佛法里头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佛度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你跟他们有缘，他就没有办法由此可知，我们要跟佛结缘，我们要跟一切众生结缘跟一切众生结缘，将来你成佛你度的众生就多你现在不跟众生结缘，将来成佛之后度人也度得很有限人数很少你跟众生没有缘有缘呢自自然然现身绝对不是有意但是众生的感，我们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大乘佛法里面讲感应道交有四种四大类显感显应敏感显应敏感敏应显感敏应有这四种大概呢凡夫会有起心动念求佛这个念头特别在苦难当中有求佛求菩萨这个念头，念头才动佛像就现前但是这个佛像现前呢，有的我们见到，有的见不到。见到这是显应，见不到是明应，决定现象诸佛如来
化身菩萨的人数比我们人数多得太多太多了。我们实在讲是业障太重了，见不到。但是学佛总要学着消业障。消业障是那要修戒定慧。佛门当中常说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贪嗔痴是业障。勤修戒定慧，业障就渐渐少了。业障少了啊，这个感应，你就能够意识到，你能够感觉得到。有感应，能够感觉得到有佛菩萨加持，能感到有龙天善神保佑，会感到你的功夫越往上提升就越明显，到这个时候你才相信呢。这个因果是真的，不是假的。佛讲一切因果世界微尘，一点都不假。整个宇宙，给你讲真话就是因果。你看看华严，讲五洲因果啊。法华讲一尘因果啊，离开因果就没有佛法了。事出世间都不能够离开因果的定律。所以佛家有一句话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这个道理不可以不知道。因果何以不空呢？因果转变不空。它因变成果，果又变成因。因果会转变，转变不空。因果相续不空。因果循环不空。它有这三个现象，因果循环，所以真的搞清楚、搞明白，我们一定是修善业，一定感得善果，决定不能造恶业，造恶业了，恶业起于念头。决定不能有恶念，起心动念不能随顺自己的意思，为什么？自己意思全是错误。佛在经上讲得很好，我们要相信佛说，你在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不要相信你自己意思。这个话说得好啊。你什么时候证得阿罗汉果了，你可以相信你自己意思，没错。阿罗汉叫正觉。菩萨是正等正觉，佛是无上正等正觉。所以阿罗汉才是正觉。那我们纵然觉悟了，邪觉，那不是真的，是邪知邪见啊！把自己邪知邪见当作正知正见，把诸佛菩萨的知见当作邪知邪见，这个业就造大了，这个果报在三途啊，太可怕了。
所以诸位同学一定要晓得。那么昨天我跟大家报告的，这个江一慈老师画的这个地狱变相图，那么他这个图今年11月间要在日本展览，现在我们是在日本呢找到两个展览的场所，一个在京都，一个在奈良，它同时可以展出。那么那一边，这个日本的一些道友们也很难得，希望我在展览同时我们讲经，那我一听到的找我去讲经，我就想到我给他们建议，希望他们办佛学讲座，在京都办7天，奈良也办7天，办佛学讲座，像往年我们在台湾呢办这个寒暑假大专佛学讲座这种方式，这个方式能够把日本这个讲经教学带动，这个是好事情。那么诸位要发心随喜去造这幅像，这个像呢是现在大概有很多种方法，目前是照原尺寸是复制，复制不是影印，一张一张制作的。那么它的材料是一种特殊的这个材料，可以防水。我听说这个画呢，脏的时候可以用湿毛巾去擦，它不会，它不是纸的，好像是这个塑胶的，色彩非常好，不会变色，他们在太阳底下的晒了1个多星期没有变色，做过试验的，至少可以保存100年以上，所以这个材料是个特殊材料。那么除这个之外呢，我们也想印折叠本，那用纸印的那个价钱就比较便宜了，这个便利于流通，那么可能将来还会做明信片，做这个画片，那么当然最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做这个光碟，做光碟里头有解释，那光碟成本最便宜了，那他这一幅画的做成光碟大概1-2块钱的时候，那么这个可以大量流通，流通光碟，你在家的这个电视里面可以看，可以结束，那么印这个发心做这个功德呢，钱可以交给在台湾可以交给悟道法师，悟道大概是今天来了还是明天来了，我在台湾是委托他，请他代办，那么在海外呢，就是由我们澳洲净宗学会净宗学院，净宗学院的时候在银行开了一个专门户头，处理这一桩事情，所以这个我们也很认真努力在做，希望在今年11月间之间呢，我们把这个展览出来，那么江老师他还有其他一些作品，都是画的佛像跟菩萨像，同时在这边展览，那么展览我们也想全程录像，将来的时候这个都可以在网络在卫星上流通播出来，大家都能够看得到。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好像我们这个冬天又到了。总而言之，这个经诸位听到我讲，你就能意识到经文字字句句都有无量意义，讲不尽的。
所以这个一部《华严经》要2万多个钟点才能讲完呢。我跟这些大学、这些教授、校长在一起谈到，他们问我这个讲的这个东西，我说我一个课程要讲几万个小时，他们都吓到了。他一辈子也讲不了这么多钟点了。才知道这个经典博大精深。那么接触许多其他宗教，那些宗教的牧师神父也来问我，他说法师，他说我们的经典的时候，他比不上佛经呢。我跟他讲，我说佛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佛讲法门平等，包括你们那个经典呢，您那也是个法门呐。无有高下了。不是你那个经呢，我来去讲啊，我那个意思就无量无边。讲的人不一样啊，不是经典不一样啊，经典是一样的。我跟你讲古兰经，我跟你讲新旧约，也跟华严经一样，绝对没有两样。所以我勉励他们要真干，要把自私自利放下，要把名闻利养放下，要把五欲六尘放下，要把贪嗔痴慢放下。他听我这么一说，皱着眉头，哎呀，这个不容易哟。为什么呢？这些东西障碍你智慧呀！你的智慧跟我的智慧、跟诸佛如来的智慧、跟上帝的智慧、跟神的智慧无二无别啊！为什么你今天没有智慧呢？就是因为这16个字障碍。你们就想想，我们无论学什么法门，先要把这个东西断掉啊！不可以有自私，不可以有贪嗔痴慢。不能有名闻利养，不可以有五欲六尘。要知道这个东西，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害苦了我们呐！还不放下了，那就是真正愚痴了。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